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，我会讲为三顿，为生活，甲为某仔。但是看别人的面色，配合别人的心情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，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，因为已经真久，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，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。因为你嘛知影，咱拢是为别人在活。你捌听过《爱情》一首歌无？有啦，我捌听过。没有，没有啊！到底来了啊！那我到。谢谢哦，谢谢谢谢。爱像一首歌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。爱像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，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看，想想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。我回头去看，人生啊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哎，我去，大家好，干嘛去？做了一款。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着多生活，着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一首歌唱甲心拢破，一字一句人是拖磨。做伤心的，你莫甲我唱一条歌给你听，安尼好无？这条歌是安尼唱，爱唱一首歌，一首头无尾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，爱唱一首歌。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。哎，我让你无？下来坐啊！是怀疑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看，想想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。秋大，无要做生理啊！哎呦，有几个歹看哦，无怪一声人无出头。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我以前的某，我已经啥物拢予伊啊，顶世人欠伊，我这世人拢要爱情啊。就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你很注意啊，应该欢喜才对。一日一句人
是拖磨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。对啊，今日先发两个菜，你替我加饭来包包食。好食吗？好食。哎，那拍起来你安怎是讲的，唔通客气啊。